来个速锐马吧，缺点装备。哎呦我天选之子，天选之子啊，孙悟空。上俩大虫子上去吃会儿，我有点想念迅捷蟹，迅捷蟹可以给艾欧尼亚，不是可以给钱呢。鱿鱼一张，上个鱿鱼吧。给个马尔扎哈，好事成双，战争财宝，打老总不要。战争财宝给钱，好事成双不要。早期教育没法，艾欧尼亚就选一，那我就选一。既然你跟我说了，那我就选一。应该能赢了吧，好，现在需要盛典弹幕，兄弟们。婉豪先不要了吧，婉豪下边再要吧，因为要不上啊。这打工前期虚空打工多舒服啊，婉豪要不上，算了，不要了。
卡萨丁留一只，万一选秀给了呢？是不是？留一只。现在差200个盛典，兄弟们，刷点盛典弹幕。我们要魔抗攻速可以啊，魔抗攻速有吗？魔抗加铲子，魔抗铲子也行，铲子感觉够呛能拿得到啊。那就是魔抗加眼泪儿。要不就魔抗加大棒也行，魔抗大棒大树挺好。OK， 够了，兄弟们，不用再刷了。科技枪、饮血剑都行，给个饮血大虫子吧，感觉不错。啊吧，600。他这个是我们只需要对比他就行了，往右边对来。让他一个打不死，入死他，舒服。能来张卡萨丁不？卡萨丁卡钱了，牛的牛的。两星卡萨丁。无敌了呀，这把这分已经有了，除非那卡莎跟亚索递不出来，要不然不太可能没有分了。那把前期已经无敌了，就是没有人能打得过我们。我这甲差攻速，我操，这哥们儿有点猛啊！这么厉害吗？这都能把我连胜断了？我操！世界都会沉入黑暗，我萨斯将会长存。4费、3费、2费、2费、1费。
两费，两费，加三费。小巨人不要，青铜门票不要，珠光莲花不要，都没用，只能变形。开个饮血剑呗。Ionia在改变，我也必须改变。怎么感觉变形了以后还没有刚才厉害呢？有点垃圾。谢谢想要吃鸡排的钻石粉丝。赚了几块钱嘛，就是挣了几块钱。要是能给个卡莎或者亚索就好了。先要攻速啊，攻速只有魔抗啊。攻速身上只有魔抗。狗头银没人要吗？我只有一条性命可以献给艾欧尼亚，绝不能随意不死。今天我们差四个帮办卡，兄弟们能过超粉团任务，来点六连吧，来点六连过一手超粉团任务。哎，我这联合抵抗没吃上，我这个哥们，都赖你们。哥们咋不捡波尔比了？怎么改？改着人了呢？刚吃上联合抵抗这波赢了，哎，有点烦。直接转主宰盖伦呗。转主宰盖伦没有那啥呀，没有骑的啊。太捞了，主宰盖伦，拉倒吧。谢谢不吃香蕉，香菜很姜，不吃香菜跟姜。今天差三十张办卡，兄弟们。一胜一败，有点坏菜。两头猪，我将统治弗雷尔卓德。
哎，怎么没写格温是几格啊？两格。苏瑞玛或者是艾欧尼亚都行的吧。看哪个来的多。苏瑞玛的时代尚未到来。那猪不要了啊，猪两头都没用，我都用不上。盖伦不要了。下边看一眼，我怎么才七级呀？哎，我操！我都感觉我都八级了，怎么才七级呢？要不咱就苏瑞玛，登场数，要不就瞄准镜，瞄准镜行，瞄准镜。杜瑞玛啊，看亚索有，卡莎有，狼人有。小敲门，找你报仇的人来了。哎，这把他妈泽利这么多，操！亚索给火炮还是给泰坦？想想啊，有点过载了啊！这我们这把就艾欧尼亚，把右边这俩扔了，拿这个拿这个抓一下，防人啊！狂击扔了，来张腰子。找一张腰子，狼人的别不要了，找一张腰子。地牌地的有点慢，亚索吃瞄准镜，行。亚索吃瞄准镜，那是双泰坦。这边要一个大剑。要个大剑，要个眼泪，或者是要大剑，要个水滴。为什么没有腰子？哎，这泽利呀，就别来了，行不行？别给我添乱了，行不行？别给我添乱了，我求求你了！我来个两下亚索，快！
差不多了呗，拉人口。亚索伤害有点低，三星我们肯定是追不上了，给他扔了吧。这装备我想想啊，拆了换无尽，不换。起飞！我这应该死不了吧？喂，死了，波尔比，波尔比给我杀了，不行，这个阵容还是得七级就开始地，七级得地牌。七级地牌稍微地的有点慢了，稍微地慢了就升不到八。没事，再。